不出来别硬薅。长相思2短短两分钟预告就已经被杨紫的哭戏刀麻了。长相思整部剧就是杨紫哭戏大赏吧。这个短短两分钟的预告展现了杨紫不同层次的哭戏。真没想到杨紫的隐忍式哭戏也这么绝。第一场是小妖得知景的死讯时，妖景经历重重困难，终于解开了彼此的误会，修得圆满结局。但是在结婚前夕却得知景在清水镇遇害了。穿着嫁衣的小妖抬眸对上苍玄的眼神，我的心都颤了。苍玄的心中是权谋和天下，小妖想要的却只有一个涂山璟，这已经成为了他的执念。当他发现杀害璟的人是苍玄时，这段爆发式的哭戏更绝。本来以为苍玄的疯批求爱就已经够刺激了，没想到杨紫的反应也这么有感染力，将痛失所爱的无助和被至亲之人背叛的愤怒演绎到了极致。他的刀对着苍玄，手却在颤抖。小妖一直以来最信任的就是苍玄，却没想到背叛他、伤害他最深的也是苍玄，我真的狠狠共情。除此之外，第一季中的名场面也很多。刚开始小妖以为自己被抛弃，独自流浪了几百年，当父亲和哥哥找到他的时候，他想要靠近又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一直故作冷漠轻松。可是当他在武神山看到了酷似母亲的静安王妃时，才终于忍不住了，拼命想要扑到他面前问问他为什么不要自己。尽管嘴巴里被塞了鞋子，说话也呜呜咽咽的，但那种情绪没办法不让人共情。还有苍玄遇刺的情节，在意识到危险就在周围的时候，小妖就奋力挡在哥哥身边，不惜用性命护住最重要的亲人。这一段在拍摄的时候甚至比正片中的还要动人心弦。据说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因为杨紫和张晚意的声音太大，横店整条街的电动车都被吵到报警了，也是因此他俩喜提电动车兄妹的称号。拍完这场戏后，两个人都快晕过去了，喘不上气来，休息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过来。从出道以来，杨紫的哭戏就从来没有拉垮过，在很多的经典作品中都贡献过教科书式的哭戏。这次的长相思何尝不是他演艺生涯中的一次汇报演出呢？风龙大婚，所有人都得偿所愿，只有小妖名声扫地，这哪是大女主，分明是虐女主。千呼万唤始出来，长相思第二季终于来了。这一季的第一个名场面就是妖风大婚。风龙虽然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却成为了第一个和小妖结婚的男人，终究还是被他夺得了先机。只不过这一次的大婚终究没有完成，在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化身防风被的相柳将小妖带走了。这一幕看起来非常帅，但其实相柳是受涂山璟所托才来抢婚的。景看出了小妖的不情愿，以37年粮草为代价让相柳去抢婚，但是景原本是想让相柳在婚前以一种低调的方式把人带走，相柳却偏偏用最高调的形式在婚礼上当天抢婚。这样一来，小妖彻底颜面扫地，成为了全大荒的笑柄，这几个男主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首先是苍玄，在听到小妖从婚礼上跑了这个消息的时候，苍玄就忍不住嘴角的笑意了，还说跑得好，就该跑。苍玄本来就不想让小妖结婚，只不过为了一统大荒需要赤水家的扶持，所以才勉强答应风龙的求娶。如今小妖自己从婚礼上跑了，正好合了他的心意。对于赤水风龙来说，虽然新娘子在婚礼当天悔婚让他没了面子，但是面子到底不能当饭吃。在风龙的心中，男儿当建功立业，对于男女情爱其实没什么执念，而且他和苍玄本来就是互利互惠的关系。后来苍玄对他心有愧疚，补偿了很多好玩意儿，还扶持他坐稳了赤水族长。对于相柳来说，37年粮草是刚需，如果没有这些粮草，陈荣士兵要饿死不少人。而他之所以以防风被的名义这么大张旗鼓的抢婚，也是为了断掉小妖的念想，吾爱一身轻，以后也能毫无负担的赴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相柳也得到了他想要的。对于景就更不必说了，他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虽然他的初衷是希望小妖能不被勉强，但是在这之后，小妖主动去清秀找他解开误会，两个人和好如初，景才是抢婚局之后的最大赢家。只有小妖名声扫地，成了全大荒的笑柄。而且这一次逃婚还成为了风龙和新月后期要杀他的一个诱因，小妖还差点因此而死，这哪是大女主呀，真给我刀麻了。终于知道横店下雪的威力了，2011年的一场大雪造就了三大暴剧，解了郑小龙的燃眉之急。裴文轩上一世死得那么惨，死前脑子里的走马灯最后一个画面却是新春放烟花时李荣害羞踮起脚吻上了他的脸，谁家的男主这么纯爱呀。都说横店下雪出暴剧，这回终于轮到我们赌花年了。在这之前，横店最出名的一场雪就是2011年的这一场鹅毛大雪。懂事的雪总是在最合适的时间下，这场雪直接解了郑小龙的燃眉之急。当时《甄嬛传》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了，郑小龙导演正愁着呢，横店迟迟不下雪，偏偏剧本里很多场景都要用到雪，没
有雪就没法拍。本来剧组经费就紧张，天公还不作美，没想到第二天醒来，横店就一片银州素国，一场鹅毛大雪已经下了半晚上。这一天先是还珠格格剧组开拍，小燕子和紫薇起了个大早，雪地里还一个脚印都没有。红墙白瓦之中，小燕子和紫薇都穿上了红衣服，一个打着油纸伞，一个扛着长木棍，一动一静留下了两串长长的脚印。步步惊心剧组的李国立也不想错过这场大雪。若曦刚入王府，正是迷茫的时候，他想要改变历史却无能为力，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此时窗外下起了雪，他走到长廊下，伸手接住一片雪花，晶莹剔透却柔弱易逝，完全是自己的写照。当然最经典的这场红梅舞也是在同一天拍的。最不容忽视的就是《甄嬛传》的雪景了，除夕夜的倚梅园，嬛嬛与四郎的第一次不期而遇。当他许下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的愿望，命运的齿轮也开始发生转动。那时候的甄嬛还没有经历后宫的残酷，青涩纯真的模样加上冰雪点缀的梅花，真正是如花似玉的美娇娘。春元故意之后，甄嬛心灰意冷，自请去甘露寺修行，可是在甘露寺却被各种折磨羞辱，甚至最后被赶去了凌云峰。此时是果子狸的全剧高光，如果不是他伸出援手，甄嬛恐怕是危在旦夕。一场大雪造就了三部爆剧，横店的雪果然威力够大。长相思小妖明明有两套婚服，为何海报上偏偏选了嫁给赤水风龙这套官宣？长相思大婚海报一年了还有解不开的谜题。小妖有两套大婚婚服，一次是嫁给赤水风龙穿的，一次是嫁给涂山璟穿的，可在官方海报宣传上却选择了嫁给风龙这套，而没有选官配，景宝哭晕在厕所，这到底是为啥子？其实这里面暗藏了他们各自的结局。选这几套婚服做海报，是因为这是他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小妖嫁给风龙，那是世纪婚礼，四海八荒万人瞩目，可却成了一场闹剧。黄蜂被当众抢亲，小妖跟着逃婚，这事之后黄蜂被死了，小妖名声尽毁，风龙最终也战死了。可以说一场婚礼把五个人送上了不同的道路，这才是选这套婚服的重点，猫腻味甚浓啊。另外四位男嘉宾的婚服里也都藏着大量的细节，除了涂山璟的礼衣是红色外，其余人全是白色，这代表着他才是命定官配，是陪着小妖走到最后的人。同时他们五个人的表情都非常凝重，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这波以喜乐掩盖悲伤真的绝。风龙离小妖最远，虽有大婚但难成，苍玄虽说心爱小妖但更爱黄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最有讲究的必须得是相柳这套了。婚服配白腰带奇怪不？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婚服，而是一件血衣。宝宝蛇从来不敢穿红色，他从奴隶场逃出来一路跑到了极北之地，只有白色才是他的保护色，这个习惯跟随了他一生。相柳战死是他的宿命，万箭穿心，血染红了白袍，腰间的白是用来祭奠战友的，这份情永远在他心里。吾以心血染嫁衣，只为梦里娶佳人。另外相柳战死还不是全剧最刀的地方，他赴死前一天用扶桑神木雕刻了大肚娃娃，耗费大量灵力把冰晶球埋在了木雕里，又将两半的木雕合而为一，如此费时费力只为给小妖做个暖手宝，送礼都是匿名的。哎妈，真的哭死。细思极恐，长相思涂山奶奶为何宁愿顶着得罪帝王的风险也不接纳小妖进门？涂山璟一直爱慕小妖，可涂山老夫人却死命不想让这个孙媳妇进门，还时常抱怨小狐狸长得恋爱脑。那他这个不是恋爱脑的老狐狸到底打的什么算盘？首先一点，他介意的是小妖的身份，自从小妖做回号令王姬之后就一直跟着苍玄奔走，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朝堂势力中支持表哥，政治纷争诡谲云涌，势力单薄的他们根本无法与五王七王相争，即便有了更多盟友加入，老夫人也不愿涂山家冒险。如果警娶了小妖，就代表涂山氏站在了苍玄一派，势必就会得罪另外一方，倘若将来苍玄败了，五王七王尚未得了天下，这要是秋后算总账，涂山氏岌岌可危。对于涂山家来说，做生意才是重要，但有银子了还得有命花，即便涂山家是大荒首富也干不过人家一纸皇命，这个队站不起呀。其次，为了涂山氏的声誉，他不能再接受小妖。早在景认识小妖之前，就已经和防风氏的姑娘异应有了婚约。在他失踪后，防风异应更是以涂山璟魏王人的身份进了涂山氏的门，一心侍奉老夫人，从无差错。这事儿也算是人尽皆知，重信守诺是商人立根之本，涂山老夫人不能背信弃义。最后一点更为致命，同样都是孙媳妇的人选，小妖虽有女主光环，但并不符合族长夫人的人设，这点防风异应完胜。涂山氏世代经商，族长负责交际应酬，族长夫人自然就得在旁辅佐。在涂山老夫人看来，族长夫人不仅要学识渊博，还要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小妖从小在外飘荡，早就养成了散漫的性子，虽说现在成了王姬，身份尊贵，但到底没有其他名媛那样的家教，威格礼仪才能认知上都略有欠缺，这也是涂山老夫人最看不上的。只能说景宝娶妻路漫漫，可劲追吧。甄嬛传塑料母子的顶级拉扯，红丽的四次试探才是最渗人的。
甄嬛回宫后，四旦被皇上记在了她的名下。别看一上来母慈子孝的样子，一个不是野孩子了，一个不是野额娘了，但皇历也不是什么好鸟。后期他对甄嬛的四次试探，才是甄嬛送走亲生儿子的重要因素。四旦从小就是个心机 boy， 别看他出身不好，不受四大爷重视，但疑神疑鬼这个劲儿啊，真是遗传了个十成十。自从甄嬛生了双生子，四大爷又宠老六，他就坐不住了。他每次都是用最单纯的笑容试探嬛嬛。他第一次试探嬛嬛，先是说三阿哥是长子，会不会继承大统？甄嬛说不知道，他立马就说六弟是嬛嬛亲生，皇阿玛也最喜欢。还说什么要是六弟继承大统他就高兴了，甄嬛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心思，于是赶紧说天子只有贤能者才能胜任，六旦还小，自己也不想让他当皇帝，意在告诉鸿雁不会对他产生威胁，于是半信半疑的小四先对老三出手了。第二次是四旦封了宝亲王后又来试探嬛嬛，说什么六弟还没有被封亲王，甄嬛直接给了他一颗定心丸，说希望鸿雁的亲王由小四来封。第三次嬛嬛腿伤之后带着六阿哥来看他，甄嬛无意间一句想让六阿哥像他一样有出息，再次被小四怀疑上了，紧接着就是一波茶言茶语的试探。好在甄嬛脑子时时在线，鸿雁和林夕还年幼，额娘的指望都在你身上。这时候的甄嬛是失望的吧，天家无亲情，小四到底是成了第二个老四。而弘历坐上皇位后的最后一次试探，才真正展现了什么是聪明人之间的高效率沟通。二次读郑伯克断于鞭，见郑国之祸，先因姜氏宠爱幼子苛待长子而起，亲子尚且如此，若是养子又该如何。他借一出郑伯克断于鞭，用姜氏宠爱幼子苛待长子引发郑国内乱的典故试探甄嬛。嬛嬛自然明白他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是逼着他过继亲儿子呢。幸好他从未想让六阿哥当皇上，借此机会能让儿子认祖归宗，重回果亲王一脉，也是他一直期望的时机。如果这时候的嬛嬛没有顺着弘历的话往下说，那么小四就会老四附体。果亲王是您亲弟弟，当日朕与皇额娘决定争皇位的事，连老十四都算上，朕早就忘了朕还有什么弟弟。这是嬛嬛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即便日后她的亲儿子不能再喊她额娘，也不得不给人送走啊！一句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到底是成了嬛嬛一生的牵绊。明明没有举办婚礼，为啥相柳也有自己的婚服？原来想要独自等待的七天七夜，相柳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回答。长相思发布的这张大婚海报，原来隐藏着妖柳粉最大的道，五位主演都穿着红嫁衣，苍玄穿的是第一次成婚时穿的那件，小妖和风龙穿的就是妖风婚礼的礼服，今后期也会和小妖大婚。那相柳这件是啥？其实关于这件衣服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一件用鲜血染成的白色战衣，原著中曾经提到过，相柳从奴隶场逃出来之后，一路被人追杀到了极北之地，北地全都是冰川白雪，白色是最好的保护色。后来相柳成为了陈荣的大将军，白衣又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意义，战场上别人穿的都是盔甲，只有相柳一身雪白，也就成了敌军最大的目标，也就为同伴分散了火力。因此相柳在战死时依然穿着一身白衣，万箭穿心，鲜血染遍全身，红衣也就变成了血衣，腰间的白腰带是为了祭奠死去的陈荣义军，也就是他的同袍。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小说在妖风大婚前，昊灵王知道小妖并不是真心的，就给了他七天的考虑时间。这七天里，小妖每天坐在龙骨域外的礁石上，看着蔚蓝的大海，不知道在等待着什么。忘川这里，小妖在等待的就是相柳，而相柳也穿着一身红衣，在海的那边遥遥相望。在这一刻，在相柳的心中，是不是也在期待着一场和小妖的大婚呢？相柳大人，我真的哭死！当小妖和相柳一起从黎荣老兵的家里走出来的时候，小妖问他，如果我不嫁给赤水风儿，应该嫁给谁？那一刻相柳的千言万语最终都化为了沉默。相柳是爱小妖的，但他心中的陈荣义君更为重要，他知道小妖最在意的是一生一世的陪伴，他给不了，所以他的爱注定不会说出口。相柳选择以冯风贝的身份在妖风婚礼当天大张旗鼓的抢婚，也是这个原因，他对小妖的感情逐渐变得不可控了。他以这个契机让冯风贝这个马甲下线，就是要断掉自己和小妖的念想。冯风贝这个身份有和小妖在一起的可能，但陈荣义君相柳是绝不可能和小妖在一起的，他就是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断情绝爱，然后毅然决然地奔赴战场。第二季的相柳更好哭了呀，有没有？原来导演的水平真的能决定一部剧的好坏，郑晓龙现场临时加了一个细节，直接提升甄嬛传整部剧质感。眉庄怀孕后瞬间成了整个后宫的香饽饽，皇上和甄嬛一起去看她，正好碰上眉庄宫里熙熙攘攘一大堆人，大家一起嬉笑了一通。皇后说起新疆刚进贡了新鲜的蜜瓜，四大爷本来想让眉庄尝尝，但此时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刚进门的小太监身上，全都在猜测今晚会翻谁的牌子。炮军拿着瓜的手完全无人在意，只能默默地再把瓜放回去。
原本这段戏到这里就没了，但是正导觉得不合理，皇上在后宫天天都众星捧月的，没道理这么多妃子都没有一个人发现皇上黏糊糊的手，所以临时加了一场嬛嬛给胖菊递手帕的戏，就这样整个戏份才变得合理了起来。除此之外，甄嬛传皇上驾崩的这场哭戏这么经典，居然不是剧本里的，也是郑晓龙在片场临时加的。原本剧本里写的就是大胖菊死了之后，甄嬛推开门说了一句皇上驾崩就结束了，但是郑晓龙觉得这场戏应该当做一场重头戏来拍，如果轻飘飘的来拍就显示不出来这部剧的质感了，所以就让孙俪把台词说三遍，我先个大全景，然后再中景，然后再慢慢推到你脸上特写，你就表现吧。因为演员和导演彼此信任才拍出了这个经典镜头，拍完这个镜头之后可给郑晓龙高兴坏了，不仅是因为镜头语言优秀，更是因为孙俪的表现大大超出了自己的预期。不过就算这么细节的导演，对于某些情节的处理依然会有失误，比如华妃吃酸黄瓜的这个镜头，刚开始编剧王小平非要写出华妃吃酸黄瓜这么一个剧情，但是郑晓龙执意反对，甚至两人还为此大吵一架。在郑导心中，华妃是一个连眼泪都要向上擦的女人，怎么可能有这么自我感动的行为。华妃吃酸黄瓜那情节，我这些什么呀，吃什么酸黄瓜呀，太小儿科了。但是架不住妻子王小平和蒋欣的坚持，郑晓龙还是保留了下来。虽然华妃骨子里是高傲的，但这一下立马就让观众开始心疼她了。果然想要拍出又叫好又叫座的大爆剧，导演编剧和演员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相辅相成，少一个都是不行的。怪不得富察贵人天天在剧里那么横，原来是带着甲方爸爸的任务来的，这泼天的富贵被东阿阿胶接住了，真是没想到甄嬛传中居然也有广告植入，四大爷天天喝的东阿阿胶就是甲方爸爸的产品。这东阿阿胶臣妾配了党参片的，皇上请尝一尝，补气凝神最好。眉庄落水时，华妃假惺惺的带着补药前来探望，临走时还不忘用东阿阿胶把四大爷捎带走。臣妾出来的时候让人炖了东阿阿胶桂圆羹，想来现在已经好了，皇上先用些再去歇歇。东阿阿胶不仅往剧里投放了不少的广告，甚至还往剧里塞了个演员，就是富察贵人赵琴。赵琴原本是负责东阿阿胶商业广告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公司派来剧组监工广告植入的。然后老板就向他提议，你本身也要从头盯到尾做这个合作，那你不如说你去找一个角色演一演吧。结果当他扮上娘娘的形象后，郑晓龙觉得嘿，还真是那个味儿，所以就让他来演富察贵人了。刚开始呢，导演给他定了大概20场戏，但是因为他的表演的确可以，所以郑晓龙又把剧里几个小角色的戏合并到了他的身上，一下子从20场加到了88场，成为了前期非常有分量的一个角色。除此之外，剧中还有另一个甲方爸爸塞来的女演员，就是敦亲王福晋。这个演员是投资大佬的女朋友，原本大佬是想推荐他来演甄嬛的，郑晓龙当然不能同意了，但他又不想失去这个投资，所以就拿出了敦亲王福晋这个戏份不多的角色，才两全其美，既保住了女主的位置，又保住了投资。不得不说，郑晓龙你是懂得怎么安抚甲方的。剧里走后门的演员其实还有温太医，张小龙和陈建斌是好哥们儿。刚开始剧组找不到果子狸的演员，陈建斌就向张小龙推荐了张小龙，那副儒雅像征服了导演。试完戏后，导演就给他安排了个温太医这个角色，估计张小龙也一脸懵逼，不是让我来演女主的白月光果郡王吗？咋成了一开始就被发好人卡的温世初了呢？不过也幸好是由他来演，成功把温太医演了出来。窝囊是他的伪装，娘娘她爱国一双，披着最窝囊的皮，干着能诛九族的大事，还得是你啊，石初哥。郑晓龙选角的眼光确实独到，能一眼看出演员身上的特质，并且发挥到最大。相柳抢婚背后是多大的棋？他故意大张旗鼓的带走小妖，其实是个一箭自雕的计谋。在妖风大婚之前，涂山璟看出了小妖不愿意，但他自己又没有立场带小妖走，所以就以37年粮草为代价，拜托相柳去抢婚。但他原本只是希望相柳在婚前低调的把小妖带走，但相柳却搞了一波大事情，在婚礼当天大张旗鼓。难道他不知道这样会伤害小妖吗？他当然知道，他这么做有自己的原因。首先，这样一来就可以断掉自己和小妖在一起的可能。景和易应成婚后，妖柳之间的感情逐渐变得不可控起来。小妖问相柳自己该和谁结婚，以及在龙谷域外等待7天7夜，都说明着他对相柳的期望。但是相柳心中的大义给不了小妖最想要的一生一世的陪伴，所以不如快刀斩乱麻。防风被是防风家庶子，虽然身份低微口碑不好，但还是有和小妖在一起的可能，毕竟昊岭王都想到入赘这事儿了。但是相柳作为陈荣义军大将军是绝不可能和小妖在一起的，因此相柳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让防风被下线，就是为了断掉自己和小妖的后路。第二点就是为小妖考虑了，他知道小妖不想嫁给风龙，如果自己私下把他带走，等他回来还是要和风龙成婚，就算这桩婚事黄了，还会有下一个氏族，他依然逃脱不了联姻的命运。但是和防风被当众逃婚
婚，虽然小妖的名声尽毁，但也就不会再有这方面的烦恼了。然后就是相柳在军事方面的谋划，他答应涂山璟去抢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37年的粮草供给。从他和同袍的交谈中可以知道，如果没有这些粮草，陈荣士兵要死一大部分人，所以这也是他的私心，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当小妖问起的时候，他也可以将一切都伪装成交易，这也是他一贯的做法。最后一点也是最不容易发现的，妖风结婚的目的是帮苍玄打通西延和中原的关系，让苍玄的统治更加稳固。相柳当众把小妖带走，那苍玄和中原四大氏族就会结怨，哪怕苍玄给了丰隆补偿，两人也会有嫌隙，这样也就给了陈荣士兵休整的时间，统一的脚步会变慢。在婚礼前，小妖给了他机会让他带自己走，但他没有，这就是他所有的谋算。如果在小妖等待的七天七夜里，相柳来带走了小妖，那才是真正的一发不可收拾。只是在这一场谋算中，所有人都得偿所愿，只有小妖才是唯一的受害者。终于明白什么是平静的分感了，小妖四个操作吓坏西炎王。我要跟涂山璟成婚。涂山璟死了，涂山璟回不来了。你既杀了璟，就要杀了你。原来小妖才是全剧最疯的人，以前看预告只知道苍玄是最疯的，为了把小妖留在身边，将他的身世散播出去，对小妖爱而不得，还偷偷摸摸杀了璟，被小妖发现之后歇斯底里的求爱，这桩桩件件哪件也没冤了他。但是你怕是不知道，苍玄的疯在小妖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他的疯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在流浪的三百年中，明明知道是危险的蛇妖，却因为寂寞和他一起玩，蛇妖不想和他玩了，他就去偷蛇蛋，宁愿激怒他去死都不愿意忍受寂寞，这不是疯是啥？和苍玄一起与天下为敌之后也很疯，在西炎王宣布下一任帝王之前，小妖的剑法已经修炼得还不错，苍玄给他下药之后，他故意装晕，然后偷偷去了现场，那时他心里想的是外爷宣布谁是继承者，他就立马射穿谁的脑袋，这不是疯是什么？后期小妖明白了爱的意义，于是去找涂山璟解除误会，两人重修旧好。小妖和丰隆的婚礼让他身败名裂，本以为这次大婚会是温馨美好的，但苍玄却在婚礼前夕和涂山侯一起设计杀死了璟，按理说新郎不在了，婚礼也就作罢了呗，但是小妖却执拗地穿上了嫁衣，一直等待景的出现，直到月亮升起的时候，小妖独自对月行礼，从今夜起他就是他的妻。知道了杀害景的真凶居然是自己最信任的苍玄，小妖彻底崩溃了，举起刀几度想要杀了苍玄，可他下不去手，这可是他从小到大最爱的哥哥，所以小妖和他相约凤凰林，他在凤凰花中下了毒，嘴上说着要死就一起死，可是苍玄吃下的毒根本不致死，小妖从没想过真的杀死苍玄，他想要杀的只有自己。景已经不在了，他活着也没有意义，不如用自己的死来惩罚苍玄。在小妖的世界里，感情是一件极致的事情，他想要的是最纯净的爱，是一生一世永不会离开的陪伴，只要掺杂一点杂质，他就宁愿舍掉全部，这也是小妖疯批的一种体现，这样的大萌鸡真的很带感。朱砂痣还是白月光，桐华这些年大火的作品全都离不开这个套路。在桐华的作品评论区永远少不了吵架，从八爷党和四爷党到魏无忌和莫九旬，再到妖精和妖柳，在他的作品里，白月光和朱砂痣的抉择永远都是最难的。青梅竹马的苍玄，纯情温柔的涂山璟，永生难忘的相柳和差点就结婚的丰隆，在小妖的心中，对相柳是心动，对涂山璟是爱，他想要的一生一世的陪伴相柳给不了，这也是涂山璟上位的原因。如果他选择了相柳，那他也就是母亲西凌恒的复刻版了。桐华的另一本小说《曾许诺》讲的就是小妖父母的故事，在《曾许诺》中，西凌恒和赤忱就像现在的小妖和相柳，都是对立阵营的人。小妖的养父昊岭王，也就是《曾许诺》的男二少昊，少昊和西凌恒是正政治联姻，两个人一开始对彼此都没有感觉，但是在相处中少昊慢慢动了心。可阿恒和小妖不同，她是勇敢追爱和火一样热烈的女孩子，阿恒心里有了赤忱，自然不会再被少昊所感动。和这本相似的是《风中奇缘》，改编自大漠谣，新月也是这样一位明媚的女子，她从小生活在沙漠的狼群中，却养成了率真善良的性格。刚开始新月的心里只有莫九旬，但九爷一直要爱不爱的拉拉扯扯，最后让魏无忌捷足先登，最后新月和魏无忌一起离开了皇城，隐居避世，生下了一子一女，这个女儿就是云中歌的女主角云歌。在云歌的故事里，她和汉昭帝刘弗陵和孟觉各自有过一段情缘，刘弗陵有点像苍玄和景的结合，孟觉对应的则是相柳，原著中孟觉还是莫九旬的义子，这关系是不是和长相思对应起来了？说到男主和男二当初吵得不可开交的还有步步惊心，从若曦刚穿越回古代后到他接受八阿哥的表白，中间其实过去了很多年，可是八爷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对夺嫡的不同意见，两个人分开了。若曦又慢慢被四爷打动，可惜若曦最终也没有修成正果。在桐华的小说中，看似所有人都围着女主转，其实虐得最狠的也是女主，他们看起来都爱女主，可是也都没有那么在乎女主，不管是若曦还是小妖，都是别人心中可以舍弃的存在。